老天给我一次暴富的机会吧！暴富的机会来了，送你一个大钻石。这里面是真的钻石吗？老板说里面100%是真钻石啊！哇，老天终于显灵了！这一堆就是挖钻石的工具。好像我们的方法不对，那怎么办？直接凿吧。敲了半天才敲了这么点，连钻石的影子都看不到。灰尘满天飞。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送口罩了。终于敲到一大块了，看一下看一下，有吗？有钻石吗？哎，好像没有哎。找到了！哎，好原始啊！看到吗？蚂蚁的一半大都没有。我觉得不像放大镜，你们是肯定看不清的。这钻石怎么看起来一点没有光泽呀？确定这是钻石吗？颜色是灰色的。钻石呢？我们的钻石呢？在我的手上。连用放大镜都看不清楚的迷你钻石，它掉到地上绝对找不着的那种。送给你，去把个大钻戒吧。那你又花多少钱？68块钱，又被坑了。起码你还有这堆土，可以做成软银砖。